欢迎收听由趣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宰》，作者按摩师，演播麦小布、萧天意。第1851集。可是你们听说了吗？老祖在剑冢之中，为了思兰的师父，甚至和灭星尊者等为敌。若非如此，老祖说不定能活下来。难道老祖是被灭星尊者他们斩杀的吗？那老者沉声道：“传闻不是说老祖进入到了剑冢藏剑深渊的深处中，才全部毁灭的吗？当时的恐怖战斗传递而来，灭星尊者他们全部陨落，定然是遭受到了别的敌人。”这两尊老者对峙起来。一旁的晴雪伏天脸色难看，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好了，都别吵了。晴雪天冷声道：“都什么时候了，争这些还有用吗？”顿时场上没人说话了，每个人都是神色凝重。老祖怎么陨落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而且和思兰他们应该没什么关系。毕竟诸葛如龙他们全部陨落在了里面。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晴雪世家该怎么办？而且晴雪思兰和晴雪思云还没有任何消息，必须将他们找回来啊。晴雪天沉声道：“我和地牢寿元已经走到了尽头，将突破尊者无望。但是思云，他是我晴雪世家数十万年来最顶级的天骄，也是最有希望成为尊者的，所以他必须活着。他活着，晴雪世家才有希望。他要是死了，我晴雪世家便是真的完了。”所有人都沉默，晴雪伏天也低下了头颅。他虽然是晴雪世家的家主，可是到现在也只是巅峰圣主而已，将来成为半步尊者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要突破尊者那就难了。将来的可能最多也就是像两位隐士太上长老一样。其他太上长老也都低下了头，他们也都是连半步尊者都不曾达到，自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晴雪天和晴雪地看着在场众人，找回思兰和思云，甚至比夺回我们晴雪世家的领地还重要。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晴雪世家外的一些势力正在蠢蠢欲动，但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还是找到思云他们。其他长老纷纷点头，的确有人才有未来，否则即便是现在占据了地狱，以周边势力虎视眈眈的姿态，晴雪世家早晚还是会没落。他晴雪世家再强，任何能够抵挡周围那么多势力的进攻？好，既然如此，我等立马就去做吧。一尊太上长老沉声道：“不必了，诸位太上长老，父亲，我们回来了。”就在这时，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突然传递了过来，大地之中所有人都抬起了头，然后看到了虚空中晴雪思云和晴雪思兰一脸忧伤地走了出来。思云、思兰，所有人都是豁然站起，激动地说道，有千言万语都要问。只见到了眼前的晴雪思兰和晴雪思云都是狼狈之极，但是身上的气息却是变得凌厉了许多，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一般。而且晴雪思云竟然是突破了巅峰圣主，而晴雪思兰也突破到了后期圣主境界，两个人的神色无比的沧桑。思云、思兰，你们总算是回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晴雪伏天瞬间冲了上去，抱住了两个女儿，激动道：“爹！”晴雪思兰道了一句，然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秦雪思云也是眼眶通红，有些哽咽。众人看到了这一幕，心中也是一痛，却是也都默契的没有追问，因为他们都知道两个人经历的太多了，回到家族自然是按耐不住，过一会儿自然会将一切都讲出来了。片刻之后，秦雪思云和秦雪思兰神色缓和了一些，然后开始讲述剑冢中的发生一切。祖爷爷他们进入藏剑深渊之后，里面发生了大战，甚至有恐怖的黑暗气息涌动出来，而且有顶级强者在此化道，那种气息能轻易镇压在场所有人。我和姐姐也是凭借这股气息进行突破的，甚至姐姐都能触摸到半步尊者境界，只是因为她底蕴不深，所以才没能跨入到半步尊者境界。听着秦雪思云和秦雪思兰的讲述后，在场的众人都带着震撼。想不到啊，在剑冢中竟然是产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思兰的师父竟然是如此之强，能面对诸可如龙的追杀而不死，闯入藏剑深渊，可惜最终全部陨落。化道的气息能粉碎一些，连通天剑阁的藏剑深渊都抑制不住，并且仅仅是感悟到了气息就能让你们突破，这绝对不是人尊所能做到的。秦雪天和秦雪地对视了一眼，都有些震撼。他们也是老牌的强者，见多识广，自然知晓的更多。但是震撼归震撼，他们现在彻底的得知了老祖陨落的消息，再也不抱任何的想法。如今秦雪思云和秦雪思兰回来了，他们所要考虑的是秦雪世家将来怎么办。隐世太上长老，家族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回来的路上也见到了我们秦雪世家掌握的很多天域都已经蠢蠢欲动，甚至被别的势力入侵，甚至勾结起来。秦雪思云目光冰冷。思云觉得我们秦雪世家现在绝不能当缩头乌龟，而是必须站出来对抗他们。对抗他们？诸多太上长老都惊了。没错，我们得主动出击。秦雪思云沉声道。因为我们继续龟缩下去，非但不会吓退他们，反而是会让他们咄咄逼人，利用各种方法试探和进攻。唯有主动出击，让他们畏惧，甚至杀鸡儆猴，才有可能反而保住一些地域。秦雪思云深吸了一口气。外围一些天域我们秦雪世家恐怕已经保不住了，但起码要保证我们的祖地风雪域绝不能给对方入侵，这是我们的根，一旦被入侵那就彻底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秦雪天凝声说道，眸光冷厉，同时也带着欣慰，因为秦雪思云让他家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丝那么些微的光明。虽然他们主动出击，但是在置之死地而后生，谁也不知道结果，但是他们也只能这么做。事实上啊，他们之前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是没有人有勇气说出来，反倒是秦雪思云说了出来，让秦雪天和秦雪地心慰慰。当当啊，这一日沉寂了许久的风雪域终于是敲响了大道钟声，回荡天地，随后风雪域秦雪世家的祖地大开，向外界宣告了秦雪世家的存在。秦雪世家终于是有所举动了，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附近所有天域，引来了所有势力的关注。诸多顶级势力他们都在关注秦雪世家到底是要做什么呀，是公然谴责呢，还是和他们争辩呢？因为很多势力都知道秦雪世家老祖陨落的消息已经是实锤了，很难再有改变。大多数势力都迅速地调遣高手，并且进行凝望。南天界虽然辽阔，但是这等富庶之地
却是寸土寸金。任何一片领地都代表了巨大的资源，被强大的势力占据了。这么一块肥肉啊，自然是有无数人盯着。紧接着，众目睽睽之下，秦雪世家发布了一则通告，要求最近一段时间，所有占据秦雪世家领地的势力，在3天内必须撤出去，否则的话，便是对秦雪世家的挑衅，秦雪世家将是严惩不贷。此通告一出，引起了秦雪世家周围边的势力的哗然大变。虽然他们隐约地猜测到秦雪世家这次开祖地大门必然是对他们的举动有所回应，可谁也没想到秦雪世家竟然如此大胆，直接针对他们那些势力要求他们退出。忽然也没有老祖陨落的觉悟了，还当他们是秦雪古化老祖在世的时候，能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哪个是一隅之辈的，都是附近的顶级势力。虽然在秦雪古华活着的时候根本是起不到挑衅秦雪世家的念头，可现在秦雪古华已经陨落了，他们自然是无所畏惧。秦雪世家这种强制通告令得各个势力尽皆不爽，因此他们绝大多数势力都是冷冷观望，看看秦雪世家的举动，冷笑不已。他们倒要看看秦雪世家到底能有什么举动。3天过去了，这一日，众目睽睽之下，风雪域的秦雪世家中，一群风雪世家的高手纷纷是飞掠出来。以秦雪福天为由，一大群高手浩浩荡荡而出，直接是降临到了风雪域外的一片天域神谷域。这秦雪世家竟然还真的敢出来，往神谷域去了。神谷域，那可是秦雪世家最重要的天域之一啊，盛产炼制圣兵的矿石，如今应该是被隐士世家暗中占去了吧？难道秦雪世家要针对谷家吗？谷家的实力可不弱呀，有一尊半步尊者坐镇，这秦雪世家秦华古华老祖已经是陨落了，秦雪世家敢动手吗？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嘿嘿，有意思了。许多势力都暗中盯着，冷笑连连，因为坐镇神谷域的谷家在南天界也有不小的名气，在秦雪古华老祖没陨落之前，谷家自然是完全不敢招惹秦雪世家的。但是如今秦雪世家老祖已经彻底的没落了，秦雪世家还敢得罪他们谷家不成吗？所有人都在看笑话。秦雪世家强者浩浩荡荡，直接降临山谷盛产矿石的山脉外，以前驻扎在这里的呀都是秦雪世家扶持的一个势力，可现在这里却被另外一个势力渗透，甚至和秦雪世家扶持的势力直接勾结起来，掠夺秦雪世家的财产。神谷玉，我乃秦雪世家统领，请外来势力之人立刻离去。秦雪福天对着下方谷家的高手洪声道。那谷家之人早就已经听说了秦雪世家的动静，但是此时却是有恃无恐，这秦雪世家的人拿他能怎么办？还敢对他们动手不成吗？他们的嘴角嗤笑不已。秦雪世家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吗？家属，秦雪福天后明叔、丙叔以及诸多的秦雪世家长老们都是震怒，秦雪思云也是目光冰冷。这谷家也太狂妄了，完全是没将他们秦雪世家放在眼里，竟然是这般无视。这本是秦雪世家的领地，
可谷家的人却如此的如无人之境一般，即便是晴雪福天开口了，依旧是置若罔闻，真当他们不存在一般。这样的画面通过远处的一些其他势力的探子探测器传了出去，立刻引来了许多势力的倾向。晴雪世家会怎么做呢？他们都很是好奇。所有人震惊地看了这一幕的发生。时间一到，晴雪福天直接厉喝一声，顿时晴雪世家的诸多高手们纷纷出手了，瞬间杀入了下方的矿场。轰的一声，杀气腾腾，谷家之人根本就没有料到晴雪世家居然这么狠，直接就出手，根本不给你丝毫喘息的机会。